谢谢大家来到 Legacy， 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先给自己一个掌声吧。为什么我说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？今天才决定移来 Legacy， 对不对？然后这里站满了1100个人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你们很屌吗？我想我们都是为了一样理念，所以一起站在这里。那首先我要说，今天没有办法办的杀戮，是因为整个局势再加上昨天的意外，那我们觉得很惋惜，也致上最高的祝福跟敬意。然后，但是昨天一整个晚上的深思，我觉得这个音乐会如果说可以摆脱竞选的形象或摆脱竞选的主题，其实它还是很适合存在今天这样的夜晚，是不是这样？那我想形式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，但是我们都站在这边，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会知道这个资讯，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演唱会。其实大家都有一份希望守护台湾的心，对不对？那我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1月11号一定要出来投票，大家没有问题吧？没有。你们会出来投票吗？你们会投给跟我们一样守护台湾的候选人吗？好的，我相信今年的选后，台湾可以越来越好。早安，台湾！
Yeah.
剩下八天了，剩下严格说起来剩下一个礼拜，一定有这种人。
如果我们只是1000个人在这边自爽，这叫做同温层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再多拉一票，改变就会成真。我在这边拜托大家。所以我要在这边表明我的投票意向。总统，我支持3号蔡英文。这2票我支持5号激进。如果我是大乌龙选区，一定会投给陈柏伟，3区陈柏伟。这是我的投票意志，我也尊重每一个人的投票意志。不管你怎么选，政党票千万不可以投给泛蓝。你要投给绿党也可以，你要投给民进党也当然也可以。对，你要投给民众党不行。有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，是我们其实在12月的时候发了一张唱片，大家知道这件事吗？我们从去年8月去到美国 LA 去录的一张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专辑，叫做《无名英雄》。通常在发片的时候，你不会有任何别的事情去影响发片的宣传节奏。但是没办法，选举到了，台湾优先，我们还是帮小英总统做了一首歌，叫做《主席勇敢的那边》。所以呢，这就有一些人说：“哎，你们到底发片了没？”我们发片了，而且我们今天又把这2张 CD 都带来现场。如果可以，其实我不是想要用什么那叫什么？苦肉计，或者是说什么那种就是白可怜这样。我要跟你说，真的，现在做音乐很辛苦，特别是我们这种满身标签的人会更辛苦。我们承受的压力跟许许多攻击，不是你们想象得到。所以，如果你们支持我们的理念，你们喜欢我们的音乐，最直接支持我们的方法就是把 CD 带回家。如果你说啊，靠腰好不好？我 CD player 啊，我跟你讲，最直接的方法你可以怎么样？因为你有 CD player 之后，你可以帮助更多更多更多像我们这样的音乐人，你可以收藏很多好的唱片，有温度的唱片，有设计，然后有歌词本可以看。有 CD 的年代是我们成长中最美好的年代。支持《无名英雄》专辑，也支持那个主席勇敢的那边这个 CD。今天在现场2张一起买有特惠价，不想这么说啦，等于是买专辑送单曲啦，那你分开买也可以啦，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会比较高一点利润，哎对。好，最后这首歌我想再唱也没几次了，因为这是为了小英总统竞选连任而写的歌嘛。那平常其实坦白讲，你有其实一个成军20年的团，其实已经有很多歌了，我们每次要表演的时候都觉得说要挑选哪些歌很头痛，所以这首歌在唱，我看应该只有可能3次左右。为什么每次在这段期间表演一定要唱？因为要一直唱，一直唱，让大家记得我爱去倒贴，我爱去倒贴，我爱邓火沙喝蔡英文。主持人大家列名，大家。
Yeah.